这个很重要，哦，<laughs> 这个非常的重要哦。所以中风果师啊，头一句就告诉我们：清凉月溪，游水皆寒，功德远而无山不待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一句话是一个比喻，比喻什么呢？ 如果今天呢、啊，用修学这个角度来看来讲呢，假如我们今天呢、哦，真正的发心来念佛，我再重复一遍哦，真正发心来念佛，用你的真诚心来念佛，用你那个恭敬心来念佛，对阿弥陀佛没有丝毫的怀疑。 对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，从来没有丝毫的怀疑；对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一切法，从来没有怀疑。你这样的心态来念佛，结果是怎么样？自自然然呢、啊？中风果实就告诉我们什么？就会有这种的感应啊！ 而且这感应不仅仅是跟阿弥陀佛有感应，跟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都能够产生的感应。为什么呢？什么原因呢？古人讲得好，至诚，下面是什么？感通吗？诚则灵吗？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的。 真的，我们一定要相信。你看，上个星期我跟大家讲那个故事，这个是我亲自而所感受到的。你看，在梦中里面看到一片这些妖魔鬼怪很凶的，要来抓你，要来伤害你。当这个老和尚跟我说的时候，赶快念这句阿弥陀佛。你要相信，当你念这句阿弥陀佛的时候，整片这些妖魔鬼怪变成什么？变成一片的光明。 这个是我们亲眼所看到的，你想一想，这个是在眼前所看得到的，那看不到呢，更不可思议了。所以前几天有人问啊，师傅啊，那位老菩萨跟你介绍的这个老和尚是谁？我不能讲啊，<laughs> 在梦中里面不能讲哎，我。 我问这位老菩萨的时候，老菩萨跟我说：“哎，这个老和尚的名字是这个，他的法号。”然后我问他：“这个法号，这个老和尚是谁？”你回去你就知道了。他跟我讲这句话：“哎，说实在的，回去隔天我去问，我才知道这位老和尚是谁。”那真的哎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相信。 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话，我们一定要相信经上所讲的这些的道理，我们必须要相信，因为信才能够帮助我们呢、啊。所以，这个感应，如果你用这种心来念这句阿弥陀佛，你不求感应啊，阿弥陀佛，他真的感应就不可思议了。 自自然然就来了，你不用求，它就会来的。而且啊，在这个地方最重要的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这里面中风国师所讲的内容啊，它有一个很深的道理啊。什么道理呢？从这个比喻我们来看，你就明白了中风国师的用心。 啊，清凉夜，清凉夜是代表什么呢？是比喻什么呢？比喻我们的自信啊！你要明白啊！一般我们讲是佛性的意思啊。一切众生皆有如来德相啊，就是说我们一切众生这个佛性从来不离开我们的，就算今天我们堕在三恶道、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。 那个自信的佛性，他都在的，他不离开。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。你那个自信。所以慧能大师不是讲吗？自信本有吗？他没有说有去有来，没有的，他一直都在我们内心里面。 那今天为什么我们无法显出来呢？因为我们被蒙蔽了，被谁蒙蔽了？被外面的这些五欲六尘、名闻利养、自私自利、五欲六尘、贪嗔痴慢疑，被这些蒙蔽了。所以你那个自信啊，无法显出来，这个最大的原因，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大家都是很清楚啊，但是有时候看不到啊、哎。 <laughs> 所以啊，清凉月，我们呢、啊、常常啊在经上啊，也是通常为我们做一个比喻，比喻什么呢？譬如就是婆菩萨、诸佛菩萨。那为什么为我们比喻这个呢？比如说，祖师大哥常常告诉我们一句话，大家应该很清楚，他说什么？ 菩萨清凉月，犹以毕竟空。下面是什么呢？众生心过境啊，过都是污染境之清净的菩提影现中啊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明我们的自信。 自信从来都存在的，从来不离开我们的道理都是一样的。你看，过去中国道家那个道家的道场，如果大家有去过那个道家的道场，你会常常看到一对副联，一副对联。这一副对联是怎么写的呢？而且这一副对联呢，就是为我们说明什么？ 说明我们的自信，我们的自信像什么呢？他说啊：“清江有水，清江月呀、啊。”下面是什么呢？哎，道家里面呢，我们常常看到一副对联呢、啊。万里万远，万里天呐、啊。”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 就是为我们说明比喻这个道理，什么道理呢？就是为我们说明阿弥陀佛感应道交那个啊是不可思议的，所以中风国师在这个三十七念里面用了很多这些比喻呀、啊，目的就是一个要为我们说明这个道理。 为了我们明了这个道理，为我们能够觉悟这个道理，你的自信本来就是有的，你的自信本来是清净的，你的自信本来具有的，你的智慧本来是圆满的，你的能力本来是圆满的。现在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，只有一个目标，把这个能力回复而已。 就是这个道理，<laughs> 但是现在啊，师傅啊，我练了好多年，好像这个能力都还没恢复哎。<laughs> 你有没有烦恼有没有减轻？不要说回复你的自信，不，回复你的能力。你的烦恼有没有减轻？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你就知道了。你有没有遇到逆境的时候会起烦恼？有时候甚至于会跟人家计较。 还发脾气，有时候会一种不高兴的那种心态。不要说别的，从这个道理我们来看，所以真的哎，这一句名号很容易念啊，有时候修起来不容易。所以真正的要念佛，所以一个人哦，能不能往生到最后哦、啊，他真的念佛到最后能够看得出来，临终的时候。 他以为靠得住，真的哎！如果你真念佛的时候啊，临终的时候，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，那个心啊，都是定的。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，“清凉月”这一句话，如果具体而言来讲，最重要的是为我们指什么呢？ 我们在做三字训练嘛，清凉月兮，有水皆寒。清凉月这一句话最主要的，它是为我们说明哪一件事情呢？是指谁呢？